这是一个加强版的飞镖，外观更帅，而且还能变形，主要是它的威力啊还特别的大，让我们一起去试一下吧。先把正方形纸啊折出十字痕迹，下面往中间对折，上面也往中间对折，然后再把它们对折。中间这里有个折痕，我们把一边顺着折痕折上去，另一边顺着折痕折下去，然后翻过来，这个角向里对折，然后这个地方留大概一毫米左右，方便我们后期组装用。下面这个角向上对折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留大概一毫米左右，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个碎片。这个飞镖一共需要四个碎片，先拿一个碎片，然后再拿一个碎片翻过来放上去，再拿一个碎片正着放在这个碎片上面，先把最下面的碎片折下来，再把最上面的红色折下去，按照顺序依次往后折，最后一个我们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一面我们就做好了，然后我们翻过来做下一面，把最后一个碎片放在上面，按照之前的折法再折一遍，这个飞镖就完成了。